但九蛋为什么崩溃中？怎么了？大家晚安。Hello， 何恩，今天不用上课吗？嗨，九九君，嗨，泡泡，嗨，大家好。我还没烫刘海，我想烫刘海，因为我要热卷子。Hello， 北极星。嗨，婷婷。Hello， 乔。现在在上课，真的假的？那我要讲小声一点，不然害你被老师发现。今天开到8:30，哦，很崩溃。好像我好像也懂，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也很震惊，因为毕竟是最后一个一起生嘛。嗨，思源。嗨，浪客312289。Hello， 小天。快要圣诞节了哎，好兴奋！戴蓝牙耳机，很好坏哟、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像我有时候上课也会戴耳机，啊，不是，我有时候下课也会戴耳机听音乐啦，对。我才不是那种上课会玩手机的人嘞！嗨，早葵姐姐，认不得这个 ID 是什么？哦，等一下，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个国树？国旭对不对？啾啾君，突然想起来了。嗨，丹一阳，嗨，切斯切，谢思源的摩羯宝宝，我是双鱼宝宝。上课，我没有上课戴耳机啊，没有不用抓包啊。嗨，蔡亚马逊旭，嗨，骷髅。哦，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袜子穿反的上课。因为伯乐他昨天帮我占卜说，我今天要袜子反穿才有带来好运。可是我发现我今天好像过得也一如往常啊，没有什么特别幸运的地方啊。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那个占卜师稍微 complain 一下？ Hello Akira， 谢谢卫生的热气球。卫生在日本好玩吗？ Hello Taro san， 你们不是一起去剧场吗？我也想去。我没有真的相信波罗，我只想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哎，嗨，林杰勋。林杰星什么时候来的？哎，杰星笨了，没有帮你占卜你的那个占卜师已经变跑路变成员外了。对啊，我真的反穿袜子，因为我的袜子是那种帆船袜，看不太出来。不会相信这个骗子，看到我去。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笨了，笨了好好笑。为了讲话好好笑，谢谢人品君的热气球。嗨，桃花哥，反穿是整个，当然是整个这样转过来反穿呐、啊，因为左跟右反左跟右反过来不是一样。谢谢他刘翔，目前还算不错。我也想去，下次带我去，先看海涵再说。嗨，凤龙翼吗？还是凯？谢谢阿基拉的真情告白。我手上一拿，因为我要夹刘海，我还没夹刘海。从浪开始直播，就跟波乐胡言乱语快一年。我要跟你们讲一次，有些人没有听到，上次波乐不是来我们家玩吗？然后隔天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就是我们就停车嘛，然后波乐要走的时候就是他好像就是他停的车子旁边好像多停了一台车子，然后就很挤，然后波乐不会倒车他就出不去，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我是移车小帮手，我平常都有看妈咪怎么移车，妈咪都先压那个压，然后再往旁边移一点，你们懂那个感觉吗？我看妈咪都那样移，所以我就说我来帮忙，然后我就这样压，
然后这个车子就差点倒了啊，不就还好我有 hold 住，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笑很久。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人家的车用倒好吗？他的鱼凯我真的没有用倒，我有 hold 住，我有 hold 住。我平常看妈咪搬都很轻松哎，结果其实很重，很母汤哎。哦，太卷了。对啊，不就好还有小帮手，不然不乐就出不去了呢。We don't talk anymore。有人已经玩了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吗？妈咪有练过。停车最怕遇到小屁孩移车。等一下，我那不算移车吧？移车的意思是就是本来停好，然后有人帮你移过去一点点，然后和你要。就是出来的时候很挤的那个意思吧。我不是小屁孩，我的家那是一股巧劲，可以把可以手把手教孩子怎么移车。可是重点是那个力气不够吧，没朋友交换礼物可以跟我换啊，我可以给你们几个猪猪，然后你们把礼物寄到公司。好笑。等一下，我不是在要礼物哦，我才不是那种人嘞。噔噔噔噔噔，哎，它自动播放佩佩猪哦，不是我转的，它自动播放。那我们一起听乒乓歌吧，要来喽。噔噔砰。乒乓乒乓乒乒乓乒乒乓乒乓乒。好了，不觉得有夹刘海跟没有夹差很多吗？乒乓歌拼起来，谢谢幻影战士的真情告白。好了，不要有急事，等一下，等一下，我好，我转掉好吗？我转掉，冷静，大家冷静。爸爸今天怎么还没来啊？他不是明天哎来了。爸爸你是小寿星哦，你生日快到了哈，可以把高中的参考。不要不要，拜托不要，不要送我最不想要收到生日，不是生日礼物，最不想收到礼物就是参考书了，可以不要这样吗？大家没唱完，你们想要听完吗？要听吗？嗨，彩虹花，谢谢太阳马旭旭分享。所以喊不要理我，不要那个参考书。喊要礼物的口气越来越好了，我开玩笑的。给喊喊啾啾有礼物吗？我看不到你们给我啾啾啊。这个交易听起来很可以，就是这样，才不是嘞，力气不够。送工程数学不要，我看不懂，那应该是感觉听起来像高三的。哑铃两个，不要太重的，我就可以，也许我可以训练我的手臂，就跟 Mina 一样有肌肉。杰心好像打鼓打出肌肉了，你们知道吗？他的手臂好像有肌肉，因为打鼓打的。不要参考书，那只要记考古题。我还没有要高三，我还没有要考大学，好吗？生日快到，都是小寿星嘛。刚刚这个布丁要玩祝福，我今天才要唱那个。其实我不会唱日文的生日快乐，决定自己编。买一箱，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祝你生日快乐，哦誕生日おめでと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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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要 Google 一下生日快乐的日文。
是这样唱吗？我唱对了呀，各位，我唱对了，我刚唱对了耶。可是这个很难呢，我刚根本就唱对了。我日本人也唱英文的吗？我要学上次那个 Yuna 前辈唱的那样。谢谢阿贵的掌声鼓励，阿贵，你们在日本会唱日文的生日快乐歌吗？我衣服好看，谢谢。可是这个一直跑上来，理论上是唱合字英语，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那个 birth 要变八十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这样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真的、哦，真的是 Happy Birthday 吗？不用了，刚跟我哎、欸，不行，自己过生日哈，我下次可以唱给你听啊。干嘛自己过？生日有涵涵不孤单，我觉得十二月好像很多人生日呢。阿贵我在，好羡慕爸爸哦。不要羡慕，你们生日到了就有了，记得跟我讨。在日本的话唱英文，所以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嗯，为什么都这么难呢、啊？我以为就是只有 All day 就比 All my day 都，我都自己过生日，明天也是只有我。你可以约很可爱的女同事一起过生日啊，你可以跟很可爱的女同事说，我明天生日，你要跟我一起过生日吗？爸错这样子，她就会陪你一起过，就是这样子撸的。嗨 Eddie， 嗨熊猫， Hello 代代， Hello 佛山永春，告白吗？没有啊，就是可不可以陪我过生日而已。告白吗？那我就脱单了吗？不行，脱单了，爸爸你不能脱单，爸你要挂脖颈，你脱单不会那个，不会不喜欢涵涵。好，等一下我不要听这个，这个好难哦。爸爸 ，Yuna 前辈是怎么唱的、啊？我忘记他是怎么唱，我只记得《兔妈一声》。哦，但就比我们得多。今天刚好有女生跟我告白，我想去陪她。为什么不行？今天要跟我直播？哎，是 Mina 吗？今天好多人 ，Hello Mina。啊，对对对，我上次在那个环岛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爸爸哦。我前几天在看环岛的影片，我就看到爸爸唱超萌萌，说欧丹就比欧美爹多。Mina， 你有听过日文版的生日快乐吗？我刚学会怎么唱了，其实好像是我自创的，你知道吗？哦，但就比我们得多。嘿，怎么大家开始跟 Mina 告白的部分？元帅是帅元吗？还是不是？嗨，元帅，就是你自创的。可是我刚刚听他也这样唱啊。Hello ATSU。拉女朋友入坑也是可以啦，脱单出坑率不是87%，那有仅存的23%，哎、欸，十三趴，切代代的人气便当 ，Mina 没有讲话哎、欸，谢谢代代的人气彩虹桥，怎么突然复习起环岛？不要复习城市少女啊！我有看到爸爸举那个诗源雅的那个一个很大张的纸，好啊，跟涵涵告白。以前推诗源，诗源也对我唱过，可是我比较想看 Yuna 前辈的。
日本不是都唱英文？哦，有哎，日本都唱英文，所以真的没有人在唱日文的。我以为他们唱日文呢。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是吗 ？Hi Karen， 以前的事了。Hi 代代。23趴不是，我说13，我刚刚只是不小心讲错，可能走了还没来，应该还没。谢谢熊猫的热气球，23趴就讲错了没？日式英文啊 ，Mina 还在，我要送 Mina 礼物。等一下，我不会送，我不能送 Mina 礼物，就不用硬要发那个音。可是感觉他们就是发那个音啊。那我点播一首歌给爸爸，现在也是电台的模式。膝盖帮的单细胞是谁？嗨，也不谢谢单细胞的 love， 谢谢 Mina 的 kiss 啾啾，谢谢 Mina。对，阿拉伯语怎么唱？不要看那个了，以前的事了。快送爸爸乒乓哥，嗨，玩具狗狗，晚上好。嗨，不是，是一个游戏 hero 的热气球。所以我刚刚第一次听日文，真的假的？所以日本人也不会日文的是吗？新来的，那就麻烦以后当固定班底咯。希望每次都可以看到你的细胞。嗨，邻国，嗨 ，US。真的不用，刚有布丁了，是在 Hello。就在孔一丢啊！等一下，我今天好像没有双眼皮的这件事情。啊，现在有了，应该有。今天还好可爱，真的吗？我哪里不一样？我袖子卷起来，哪里不一样？差不多啦。挖膝盖帮墙角，我没有要挖膝盖帮墙角，我只是希望留下来而已。日本人都没听过日文版的，日文版的叫欧丹就比欧美得多。欧丹就比欧美得多，欧丹就比欧美得多，欧丹就比欧美得多。To my son， yeah， 第一次来，最好来，居然是企鹅。Hello, Lee Wolf， 初次见面你好，为什么你们都初次见面？真的哦，哦，单细胞，我以后每次都会点你的名，记得。这是你说的哦，狼哥是不是被爸爸召唤来的？叫狼哥吗 ？Lonely Wolf 是叫狼哥，没有，我已经知道爸爸的本名了，没关系，大家尽量说，我已经知道了。就中间那个字是地名吗？我知道啊，我也今天第一次来。嗨，林美丽。嗨，水锤。阿米娜，你有听过乒乓歌吗？乒乓歌想听吗？前一次来，因为好像太可爱，所以每次都来。好啊，瑞婷有啊，我有跟瑞婷聊天，昨天晚上。Mina 想听吗？很好听哦。萌新跟风一波鸟题材，好不、哦？大家首次见面，我是新主播，今天第一次开播呢。今天第一次见面呢，我们来听杰辛的《圣德里塔》。这礼拜才下载量才，不是认真的吗？米娜，请回答。不要，米娜想听吧？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不听吗？没关系，我放给你听。
好听哦。You say you love me。等一下，对不起，开始喽。Mina， 你有看过佩佩猪吗？乒乓，乒乓，乒乓乒，乒乓噼里啪里噗，乒乓噗，噼里啪里噗，谢，哭兮，马老哭的，得翻白眼。噼里啪里噗，佩佩猪可怕，哪有？这首歌很好听，谢谢 Hello 真人。你想看这个吗？我放给你看。乒乓噼里啪里噗，好。Mina 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听呢？我要播给每个来的大家点播这一首歌，噼里啪里噗，四个鼻孔，不是吧？什么四个鼻孔？噼啪噼乒乓，噼里啪里，为什么是四个鼻孔？因为眼睛吗？乒乓噼里啪里噗，哎，那就没有听。有些人切是切的，打 call。下次 Mina 要，哎 ，Mina 可以唱这一首，哎，它叫做《乒乓歌》。对，我点名让它传承下去好了。这个乒乓歌文化不能忙。所以我会不能玩啦，不能玩，所以我会传下去，我会点名。听他头好痛 ，Mina 是看了哦，这边哦，我知道，好好，我知道 ，Mina 拜托不要唱，不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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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继续听杰心的《Senderita》，是吗？是这样唱吗？是这样讲吗？先得理他。谢谢 Lonely Wolf 的我选择死亡，谢谢耳朵受不了，很嗨呀、啊！该玩不能，他不能玩啊，这个不能玩。布丁台在点歌，那你们赶快去布丁台告诉他说，我把乒乓歌传承给他，请他听一次看看。怎么选择死亡？啦啦啦 ！Mina 有接收到这个指令吗？那个乒乓歌的，刚已经去完布丁台哦，是哦，去 YouTube 不能截取乒乓歌啦，他没有怎样啊，太痛了。哦，你们知道 YouTube 点阅率最高的一首歌是什么吗？就是其实好了也是可以的，最高的一首歌。我是前几天看一个影片，我才知道点阅率最高的一首歌是哪一首。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吗？谢谢单细胞的 Love， 提醒开心的歌会更开心，嘿，不能这样子。你们不要去按检举。对对对，那个 iPhone 11的影片，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的。我今天双眼皮一直跑不见，算了，不要检举直播间，不是版权检举，拜托大家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哦。单细胞不能去看布丁，他在玩鸡狗，玩鸡狗狗怎么一直跑来跑去？你去看布丁吼，检举直播间。等你，你要跟妈妈吃饭吗？我要讲了，你知道是哪一首吗？
哪一首歌点阅率最高？是那个那首叫什么？哦 ，Despacito 啦 ，Despacito 要买晚餐，好的，很快就回来，好，赶快回来。是 Despacito， 我看它有 6.5 亿次的观看，超厉害的 ，Unbelievable。王子妈咪是母后吗？什么意思？是母后是什么意思 ？Despacito， 对，是 Despacito。布丁很好，心上上完生日快乐歌，就是我可以回你的台。你本来就应该在我的台好吗？他是遵守纪律耶。Hello 耶，哎耶也有加蝴蝶结。Hello， 布丁很好心。哦、我念过了，口红颜色好看，谢谢。可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淡，就是这一支口红的颜色很淡。纪律，本来想一直待在他，你为什么这样？哦，对对，是六十五亿，对不起，六十五亿，六十五亿，很多哎、欸。希望 TTP Festival 有一天也可以。突破一亿，一亿就好了。希望某未来某一天，那首很好听，那我们听一下。Despacito 怎么拼啊？因为渣巴渣，网络卡卡，不就是看布丁？你确定？布丁今天变魔术吗？嗨，杨雄。不要对我喂，不对我喂哦。Despacito 要怎么拼啊？有了有了，打第一就有了。嗨，小何，等一下，他的那个点阅真的好多。可是你们知道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从哪里听的吗？我是从抖音听到的，虽然我现在没有在滑抖音，但是我看 FB 就会滑到抖音。请鼻涕没声音，我静音了，我刚静音了，我没有像 Mina 要洗鼻涕那么可爱，所以我自己静音了。嗨，小葵姐姐，你去看布丁吗 ？Hello， 西兰，布丁正在唱乒乓歌哦。那我要吃这个，吃糖果。不是业配哦，谢谢邻国的大佬喝茶。布丁也在乒乓歌，为什么你知道？现在要去还是你已经去回来？美玲教的日文不要乱学。其实没有啊，就还好啦，就我觉得还好啦，就蒙塔这样子，蒙塔就是学这样子，蒙塔是吧？是这样子讲吗？现在不能去。刚才想说看一下，不行 ，no。力霸王好帅，超能力霸王，还是回来好。我们这边是 Despacito 哦。
我是知道这一首歌很红，但是我不知道它有红到就是65亿次的观看。为什么这首歌可以这么多观看？还是我们去联络那个歌手，请他帮我们推销一下 TTP Festival， 搞不好会比较多人听。这首歌我也不喜欢，不过比乒乓歌好。卡哇伊，金佩斯珠，这首也特别好听。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首是在，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红，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一首歌的点阅最多。洗脑吗？嗨，单细胞回来了。TTP Festival， 拜。请人家业配要付天价费用。嗨，阿翔。晚安。其实没有，等一下，你说的是你没有听过乒乓歌吗？没关系，我播给你听。That's okay， 没关系的。可是比起 Dance Party 的，我比较喜欢听 Shape of You。对，为什么念起来那么奇怪？等一下，到时候子萱从美国回来，他会不会嘲笑我说，为什么你念那样 Shape of You 这样？乒乓歌，哎，为什么变乒歌了？等一下，我按到乒乓球了。丁磊跟 Lara 唱的又好听，我喜欢。好像他是一个泰国人吗？我喜欢，就是橘色头发吗？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女生唱，我觉得她也很好听。笑海涵的发音，不然不要假装你不在这好吗？你今天是 Little Star， 今天是小寿星。比较喜欢 Baby Shark， 我也喜欢。昨天晚上的声音在电话的时候超可爱，谢谢。那现在呢？这首那么好 Q， 当然啦、啊，我也要敲妖怪手表嘛。好了，等一下。嗨，何恩。乒乓乒，谢谢玉凯的翻白眼，谢谢 Lolly Wolf 的我选择死亡。乒乓扑，乒乓扑，乒乓乒里乓里扑，乓乒扑，乒乓乒，乒乓乒里乓里扑。好，再一次，乒乓乒。嗨，林哥，你有听过乒乓歌吗？我们现在在听哦。乒乓乒，乒乓乒里乓里扑。不要啦，爸爸，你不要去玩手游，这是第三遍了，还好啦。Lingo， 你刚刚有听到吗？要再一次吗？有吗？我们要为每个新来的观众都点播一次。你想再听一次吗？很好听哦，不觉得很好听吗？我很喜欢，要再听一次吗？我可以特别再为你播放一次。或是两次，或是三次都可以。为什么我现在都有乒乓？每放一次乒乓歌，就有一只白手厉害的远去。不是，我明天会跟师爷正要生日，不行啦，爸爸，不行。No， 以后不来，为什么？好吧，好，那我们从头。乒乓乒乓乒乒乓乒里乓里扑，好好，等一下，大家都要
走了，我们就照约定播一次就好了。不，这明明就很好听。我要放妖怪手表，这是布丁点播的歌，所以我要放妖怪手表。妖怪，妖怪体操第一集，第一集，太呆手。再一次跳这个好累哦，听 Daddy 讲，ずらいぜまじ，ずらいぜまじ是吗？下午烂，妖怪手表在东森，我只有十岁吗？我记得我长蛮大，我才看到妖怪手表哎。嗨，张许琼，讲台内容比较。一样只能选比较可爱组，不行。布丁比较台，我知道不同了。一起呆几，一起呆几，一起呆几，七点三十九，都是得哦。阿雪要跳吗？好啊，让阿雪跳这个 Lady Go 好了。2014年听到爆炸，Let it go， 慢慢弄，雪宝雪宝，按到了，尴尬，只爱一姐吗？噔噔噔噔噔噔，好冷，现在很冷，现在很冷。看后面，等一下，等一下，艾莎有戴手套，等一下，等我一下。Have no I try。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and always have to be. Don't let them know. Why don't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你学吧。Let it go, let it go.小蝶，这手会不会断掉 ？Don't care, let it go。
很累啊。你在配方，配方。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噔噔噔噔噔 ，Be anyway， 飞走。哒哒哒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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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ree 啦 ，Let it go。他现在在爬楼梯了，大姐，他在爬楼梯，而且这个楼梯有点长。Let it go， 谢你 cry， Here I stay， And here I stay， Sun rays shine。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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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他在盖城堡，他在盖城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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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栗子吗？我看到有人标栗子了，是栗子吗？哦，没有栗子。哦，刚才到精华的地方是谁骗我的栗子了？等一下，他要摘下蝴蝶结再次。他要变身，他要变身，他有披风。带回去就好啦，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个都只是装饰而已。嘿，栗子不在啊，栗子在找家。给西吗？栗子想你妹妹很厉害。栗子没来啊，对嘛？装饰哪天不见吗？好了，让阿雪休息。哦，不，我一直按到，我按到了什么？他在听日文的。阿雪辛苦了，阿雪累累吗？狮子王抱阿雪哦，好啊，狮子王。有吉娃娃，你们知道吗？有知道这件事吗？吉娃娃，等一下，对不起，我抓错时间了，再一次。吉娃娃。不要玩手游啦，爸爸被发现了。吉娃娃家里不在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把它举起来。
多喜欢吉娃娃。这就是阿雪的披风吗？什么披风？对我也感冒了。福利熊熊福利，不是，没关系啦。不然我这样也浪费纸啊，我会被制裁。等一下，我想到了，是这样对不对？折一个东西，会，好，不要找手游女友啦，爸爸吼，向外，好久不见了，奶绿。该被制裁了，没擦这张卫生纸，先离开一下。好的，要记得回来哦。抛下悬崖，哼，没事。开幻影战士 ，Love Plus 是什么？附近排队放福利熊。为什么你们都会知道布丁台在做什么？像是很母汤耶。天线宝宝说你啊，你们还是你们要听天线宝宝。如果你们不想听 Lion 的话 ，The Lion King。啊，还是我们听红莲华，想听吗？好，你们说好，我知道你们说好。红莲花，好。有几大素素妹，是妹，好好笑。我也会弹钢琴。我前几天看的那个 Lisa 的，算生平吗？不是生平吧？生平是不是那个死翘翘？不是生平，是经历吧？找我妹干嘛？她在补习。是哦。嗨，安娜姐姐，安娜姐姐你好。你们要才播完，有几期待？是谁的？是谁们？来来来，今天跟同学玩游戏，真的、哦、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是吗？玩什么？谢谢我讲的 Love， 嗨玲玲，嗨 TT。真的很好听呢、欸，怎么那么好听？啊，其实可以，按到了。谢谢阿克拉的樱花雨，超漂亮的，谢谢。反差，韩之呼吸，我只会这个呼吸，这个。我其实很想学爵士鼓，我觉得很帅，可是就有点难的感觉。立马是喊，真的假的？这样下去，有人捡到你的手机就知道是我的生日了。Love Plus 真的很好听，这是一个游戏是吗？爸爸爱的游戏，韩之呼吸。还是文高叫，韩之呼吸是达飞熊。现在游戏 Hero 的韩式滑鼠，谢谢，好漂亮哦！以前学过爵士鼓，真假的？跟小白一样吗？跟小白一样，我觉得小白很帅，超酷的。密码是1015，是0315才对。
你们有就是玩过那个就叫唯舞独尊吗？就是一个游戏的机台，就是跳舞的一个，就是按上下左右那个，然后跟姐姐就有办一个账号，是账号还是密码忘记了，叫110503155，我们都用我们的生日，每次那个阿姨带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都说我们要玩那个，不是粉丝的小白，是妹子小白，对，罗小白 Mina 好像有遇过，他切尔东黑地瓜0728是谁？0728，0728是成员的部分吗？是明达吗？1118，为什么是1118？你为什么你们要讲你们的密码？今天开始练习爵士鼓吗？0428080，我的小脑袋快爆炸了。昨天看励志台在跟同学赶报告，等一下又要被看，还是你先做报告，然后挂听就好。我也觉得小白很可爱，小白不是要结婚了吗？熊之呼吸，他的呼吸怎么讲啊？我只会敲头子摸心，是伯乐教我的。哎，我决定我要看魏文华，我有看一周的朋友了，我只看了2-3集，我忘记是要结婚还是拍婚纱照，也很漂亮。Mina 好像走 ，Mina 走很久了啦。0806也不错，这什么？各种密码曝光 ，Mina 觉得相信没有。0315是韩寒跟柚子的。我可以讲一周的朋友的剧情吗？有人还没看过吗？可这好像也不是剧透啦，我可以讲，就是因为我只看没几集耶，我以为一周的朋友是说，我本来猜是说他是不是上一个礼拜，然后可能他得了癌症还是怎样，他就会过世这样子，结果不是耶，结果是他一个礼拜就会忘记那个一个礼拜就会忘记，对，忘记朋友。大家不要再刷密码了，我不想知道你们的密码好吗？改天我捡到你们的手机我就打得开哟。哎，但我不是看电影版的，嗨 DJ 一，对，然后我就看，你们有看过一个，就是他本来是小说，然后他后来拍成电影，他是每天都会忘记，可是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忘记那个小说叫什么，我以前有看过，封面是一个开门的女生，半开门的女生，你打不开，因为不会记得，打不开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应该是说瑞特或是布丁的之类的生日。0428是0428，不知道，捡到手机，我还想打提款卡密码。嗨，萱萱，好久不见！107是娜娜前辈的生日，也有点延迟。新日子吗？不是，是美国的。哎，新日子也是同个剧情吗？是美国的。它本来是小说，然后它后来又拍成电影。别相信任何人啦，有没有有听过吗？因为那时候妈咪买来看，然后我就有看。
回只想成被偷走的那五年。零七一五还记得吗？还还上次忘了。零七一五是 Yuki 林前辈的生日吗？还有七七，然后十四是柔柔，对吧？对吧？美国那套好像有点经历。嗨，李威，好久不见，今天看到八点半哦。零二一三表示欢迎接手机啊，等等，一四才是七七，好好好。尴尬，终于记得前辈的生日了，我没有忘记。好了，有吧？二一二四，不是小抄哦，我只是突然有感而发，想翻一些东西来看。羽喵的生日，对，是羽喵的生日，耶、yeah, ！对啊，对对对，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对，我们要本本呢，12月27，是法法的生日，四川美姿很难呢，是那个柠檬的那个。010啊，卫生纸差点掉下来。010不是010不是，嗯，很困难哦，直接忘一波，你们知道吗？啊，019是那个。那叫什么？佐藤七海，对吗？是吧？又01了。好了，等一下，停止，不要再询问那个生日了，我真的不行，我 really 不行，好吗？零果的带我去流浪，谢谢。现在大家在打自己的生日，阿贵在打自己的生日。嗯，害我的年历差点放不过去。谢谢，我知道我超棒的，刚突然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嗨，潘奖，0105好像有印象，0105是什么？哦，突然想起来之前也唱过这首吗？赶快录给我听啊！我上次有把你的影片存起来。还是支持0315，好哦，好啊，就这样啊。0319，双鱼座的成员本人，真的假的？是说我们团体吗？0315是 Miso 手，下班迟到一个小时没关系，我要去吗？去哪里 ？Lolly Wolf， 狼哥要去洗澡了是吗？要回来哦。为什么我不存起来？搞不好你反悔就收回了。我今天有反穿袜子啊，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发生什么幸运的事哎、欸。我要去找那个，我要去找他讲讲看，因为我没有发生。啊，对，我忘记拍照，我本来想说我要拍照给那个，我要拍照给波波看，结果我忘记拍了啦。唉，对，我要找国师退费。你怎么知道我前两天想收回？我已经存起来了，来不及了。留在这，对啊，留在这。反穿就是穿不同面。谢谢本来没值得热气球。0802，双鱼座都正没没有吧？很多的啊，0319是萨库拉前辈，
找葵姐姐，你去看布丁吗？啊，那姐姐呢？再穿一次拍照，不要很无聊哎、欸，这么炫。0326，我、哦、不行，我记得三个好像没有什么。26是谁？26是谁？27是追星，26是谁？安娜姐姐在那边，不要这样子，不要说出来好吗？据我所见，真的双鱼女外貌条件都不错。Really？ 小葵姐姐不要这样子啦！嗯，笑得很有。好了，这样才健康嘛。没有，没有。Hello， 张世新。Hi， 潘江。In all my you you sound。哇、wow、好吧，这个是神奇小本本呢。13265，哇，好啦。Hi Skyla，Hello 句点，句号，句号，句号。0723，等一下，我的小脑袋真的要爆炸，我都记不起来。0315要好好记。0330是我有猜生日哦。你们记得我生日吧？应该记得吧。Hello Skyline。哦。OK， 你们非常困难哦。我决定要把大家的生日都背起来。以防你们下次再考我。0427蛮重要的，又是什么？哦，对啊，0315，春来三一是30号，好难哦，大家。我不行了，你们可以直接列一个表嘛，就是全部成员，然后几号生日这样。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送他的礼物了，没关系啊，生日的时候再说。0919，安娜姐姐，安娜姐姐生日快乐！安娜姐姐每天都过生日。19是谁？唉，最重要怎么是105？爸爸，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我都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真是。真难过。经常播0919的歌，0919，我快爆炸了，不行！生日快乐，每天生日的安娜姐姐，安娜千岁，千千岁。我生日还是我跟你讲的，我不讲就不你不讲，我当然不知道啊！哦，迷路鸡哦，迷路鸡前辈是0919，你们怎么都知道？我知道栗子的生日啦，我知道阿雪生日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阿雪可能年纪比我大哎、欸，你们。是吗？我觉得他年纪可能比我大。你们知道阿雪的由来吗？你记得栗子生日？我的生日是0315，请大家要记起来，快到了，快到我生日快到了。老雪，安娜姐姐忘记我的生日了，真的假的 ？Really？Really？ 其实我应该是不能欺负阿雪，因为她比我资深。三个月三快蛮快乐啦，他也开始筹备圣诞车了，开玩笑的。阿雪的由来就是好像有一次米奇要坐船出去工作还是出去我忘记了，然后米妮就怕米奇孤单，所以米
米妮就怕米奇孤单，所以米妮就手缝了达菲给米奇，然后他也缝了一只雪莉妹给自己。印象中啦 ，Yuki 寿喜自己吹稿。零七零四也希望涵涵记得啊，零四零七零四零七零四零七，零四零七。阿雪是资深偶像，对啊，他会跳舞哦，甚至到了演的样。等一下，零四零七是谁？我的小脑袋要爆炸了！哦，哎，自肥镜子哦，零四零七自肥啊，阿贵呢？零四零七，好，零四零七。哦，好像你好像讲过对不对？在那个小盒子，这个可以划掉，不要了，不要。阿贵呢？先放布丁的自肥影片，我也忘记了这个。妹妹是十四号生日，十一月十四号。零，这是零一零五哦。我记得好像似乎是一月，但是我忘记是几号。我还以为是谁的生日，其实忘记了有没有讲过。你可以翻翻看之前的，我记得好像有。为什么黑一点？爸爸，你最近都放布丁的？零四一九。好，等一下，现在大家赶快留言一下你们的生日好吗？让我再重新记一次。不然我也会忘记，而且我没有厉害的小本本。OK， 我来快速记一下。可是我现在没有纸机。好吧，那我拿考卷好了。等一下，这好像不是考卷，没关系，有纸就好了。好了，爸爸不用，喂，爸爸我知道。我每次都忘记。零四零七。嗯，那姐姐是每天认真。那姐姐是六月，对不对？印象中是吗？突然一堆生日 ，Skyler 留一下啦，跟栗子拿不就好了？可是我有时候会害怕，对我有时候会不知道它放在哪里，就不知道去哪里拿。不写下来，明天就忘了。我觉得很困难欸，太多了。啊，按到了。好像在终极密码。对对，哎，婆婆的生日在娜娜前辈的隔天是吗？真好。哎，单细胞快过生日了。等一下，为什么有点多？我以为很少。
最近谁都没放好吗？好啦，生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是吧？0117，好，有些人的生日都快到了，我生日也快到了，大家。真的想，哦，对耶，好好笑哦。我把月份搞错了，哦，好困难。木婷也不说吗？阿信来看你咯，阿信来了，阿信是不是初次见面的部分？还有阿信，はじめまして。私は AKB48 Team TP の変態姉妹の妹ハンハン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不要乱记，我是考你前辈的生日。天际线不用客气，都是韩国公民。对呀，天际线，是不是？阿信今天好红。哦，阿信是台湾人吗？我只是想讲，我只是想讲日文，因为感觉喜欢类似的人都会讲日文。感觉啦，不要再变态的部分，很台。阿信是台湾人，快快把阿信叫走。Hello， 阿信，没有看过阿信，完全没看过。Tamina 六个月。也快到了欸，我30岁生日，我怎么会30岁？我的日文不错，我很喜欢01啊，但日文很烂。欸， Skylab 不会讲日文吗？有点意外。学会日文就能调走数字君。爸爸你要去哪里？哈吉妹妹是的。喜欢喊的人会唱乒乓歌，只是想讲日文。Hentai， 对啊， Hentai 西麦， Hentai 西麦の妹です。阿信，私は阿信です。私は阿信。哦，阿信啊，阿信，连五行都不会，可以，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学 ，together。我还是想看，我是还是想重复，就是我们班有一个日文是 N2 的人，然后超厉害的，他好像喜欢黑 C Jump， 听起来好糟糕，不会啦。喜欢韩寒要学会海口日文，不要随便相信粉丝，对嘛？我就记得，我就记得 Skyler 明就会日文，对啊，才高一耶，我觉得很厉害，超厉害的。我也是日文的，爸爸你不是要 N1 了？喜欢哪位？其实我没有跟他聊过，但是我某天有看到他有黑色 Jump 的外套。因为他外，他就挂在椅背上，我就看到上面写黑 C Jump， 对，因为我没有跟他讨论过，我下次可以问他看看。我猜应该是三田两介嘛，我也不会日文，就算你在骗人，这套路又来了。还没去考试，现在还是 N2， 现在 N2 还是很厉害，好不好？现在考进机哇。对，阿信欢迎加入海韩国这个大家庭，大家人都很好。日文不好，看不出来耶，感觉看起来日文就很好啊。还没考过鉴定，所以单细胞的日文是会五十？哎，你刚刚是说你不会五十音吗？我来旁听的你们聊不行啊，有兴奋来，兴奋来，什么兴奋？有兴奋来就是要 catch， 所以我们赶快多聊天吧。
是跳团日文的，我这么有进步哈，跳出真追范早葵山田凉介。我觉得我很常看到山田凉介，其实我一开始不认识他，然后我在看那个暗杀教室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还蛮可爱的，然后后来就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就知道了他们。Hello， 银，本来以为新番都要什么学两三年，学两三年，然后现在有，我是没有考过简历，但是感觉写学两三年蛮厉害的。在场的各位都被当成韩国人，当然啦、啊，嗨草莓酱，看电视学的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我们班好像都是很多人都是。看那个动漫就是会讲日文的，到日本生活过后才觉得自己不会日文。可是通常日本人不是都会觉得我们英文很好还是日文很好吗？我不知道、欸、就是你就会讲几句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嘛。现场的都不能出韩国，对，英文很好。怎么三天两夜大家都跟我安利涵涵，那就对啦，是谁是谁，我要给他奖励，日文快烂掉了。 Hello 以涵涵日文学习时间黑啊，现在毕业完全没碰阿星，下次涵因为不靠你，阿星就靠你咯。我们今天会有四板斧还是五板斧，今天会有要留下来看了，兴奋。嗨，小一，谢谢小一的 love。是属人属地，是全都要注意，不是属人属地。嗨，七七。但我是韩的桃花，在日本好像英文好的男生很帅，可真假的？但我会不会去日本英文很好，我变成美女？会不会？那我要去日本。感觉很厉害，西西也来了。西西不是第一次来，上次去日本有一个欧吉桑跟我搭话了，还能问逆讲。欧吉桑，为什么会叫你逆讲？跟年纪感觉就不对啊，就是叫错了吧？好像是阿信的 type 等等吗？是吗？我觉得可以继续看下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是拿观光签证进韩国，才没有你待很久了，好不好？谢谢夜风明月的樱花，啊，本来就是美少女，没有，我要去那边，感觉我好像比较厉害，不用去就是美。什么？我的英文怎样？谢谢幻影战士的礼物。我英日文也不错哎，怎么没妹子？你要去日本呢？婷婷很喜欢你，一直叫我来看，真的。谢谢婷婷，婷婷还在吗？在吗？谢谢艾文分享。韩国非法移民？不是啦，你已经我觉得可以归顺，可以归顺了。我已经忘记五板斧有什么哎。三板斧就是环奈斯基，然后干燥注意报，还有 ZQ， 然后五板斧是什么啊？我知道是面面上次教我讲的，但是我已经忘记怎么讲了，被总统认可了。嗨，于凯，汉堡套餐对，还有什么？汉堡套餐还有一个。汉堡套餐，我记得有五个板斧，对，连到五板斧。婷婷的昵称多了蝴蝶结，对啊，刚进来的时候好像就有，本来没打算，本来就打算不行，退不难。丁公函是 ，Hello 王鸡狗狗，吃什么晚餐？看呐。Kanaoko 我没事活得好好的，突然就来个韩国建国，
不是，你本来就在了，好不好？我喜欢韩汉堡套餐，那今天就五百福，好吧？今天好像很多新朋友，那就五百福吧。入金韩国不是啊，你不小心踩到陷阱了。我要一份汉堡套餐，要薯条的吗？五百福是什么啊？我只记得四百福。八嘎。変態うるさい哦，这样骂人是可以的吗？谢谢 Skylight 带我去流浪，明天早上七点半到，谢谢九蛋的我来签到。八个変態，我记得有四个哎。トレトレトレでした。是吗？明天早上七点半到成田机场吗？本来神推小弟就被乱改推了，那乱改你本来就有推好不好？明明都教了什么，虽然挺棒的，可以哈。好，那就五板斧。本来也是看丽丽不知不觉就被，是吗？入境韩国被强制拘留。啊，为什么爸爸不唱歌？那你叫五板斧，这样骂人的原本是不行，让我说他就可以，这样子可以吗？会不会剪出片段，然后就说这样不行？うるさい、気持ち悪い、抱起来。バカ、変態、うるさい、気持ち悪い、抱起来。打起来是不喜欢，对不对？我记得妹妹好像跟我说，这三个字念手，哪三个字？トラドラ、トラドラ、バカ変態うるさい、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啊？现在几分呢？好，我们来。五板斧吧，快结束了，五板斧结束就念吧。然后被安利才开始看，是谁安利的啊？那我一直让他乱讲话。你们确定第五个板斧可以吗？要加入韩国不用资格，你想加就可以立马归纳，归纳规划为韩国的一员。本来也是看励志的，我们快去看韩的，真的假的？五板斧是什么？来，来人上解释。好的，就是呢，对，就是板斧嘛。板斧就是呢，那个没有很厉害，但是勉强可以用的这样子，是吗？我不确定，哦，是王子哥哥是吗？哎，是哦，哎，是吗？哎，真的假的？可以双重国籍吗？可以啦，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一定要的话是可以。阿贵都上完吧。哦，啾啾啾啾啾啾啾，明明几个月以前我们还没有那么要好。直接示范。有人说要好好照顾韩寒，进入韩国就知道这里国民不准出国，对，懂了吗？所以我现在有六板斧哎，我就变那个，我又变索隆，六刀流。不然韩寒点歌，真的吗？那你唱《Lemon》给我听，因为我自己不会唱，我背不起来那个词。也很难，所以应该是六板斧，对，应该是六板斧。好，要来了吗？第一个是什么？阿信可以的，先见识韩寒的招。韩寒听不见了，哎，刚刚不小心滑到跑掉了。要先哪一个？丁公
痕到底是什么？哦，是不是那个八嘎的那个？你家一家自己唱要听，要唱给我听。我努力。第一个是什么？哦，这个骂人，好好。伊达涵六刀流，伊达涵是谁？伊达要唱，祝我生日快乐。好了，我等一下唱给你听。可是我已经唱过，好，大家我要开始哦。是哪一个先？都起啦。那你伊达正宗，你现在好像有听过。伊达正宗好像有听过。什么？天子 Q 吗？哦，爸爸，你干嘛那么凶？独眼龙，那你伊达正宗到底是？好像有听过啊。日本战国时代的人，啊，他做了什么事？好，等一下，我们先来板斧好了，我觉得我可能播不完了。只有巴沙拉的伊达才六刀流。哦，他的六刀流，没有，我只知道那个，我只知道索隆，他是三刀流，我就六刀流。但我对日本战国不熟，卖假牙去，不要啦，我要板斧了，快点，我要板斧了。对，今天到八点半，我把这个移上去好了，先移上来。OK， 有一天秋元在下面跟你说只 Q 版权，不要了啦，要哪一个？要哪一个？快点，哪一个先？就第一个跳出来的留言，我就做这个。我都什么调？变调吗？阿雪跳了很无双，啾啾啾啾，啾啾啾哦。啾啾啾！哎，我要，对啊，啾啾啾是八个啾啾啾吗？哦，不是，我想到了。君だけに噔噔噔，啾啾啾。好 ，OK， 下一个。完成一板斧了，谢谢大家的 kiss 啾啾，谢谢。都会看到韩寒的衣服，哎，蝴蝶结还有在吗？好，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下一个，刚是说宫丁韩什么？哦，谢谢阿信追踪，宫丁韩是。八嘎 ，hentai， 什么？うるさい，気持ち悪い，大嫌い，是吗？什么丁公？我刚刚说什么？我刚讲公丁吗？跳不好基地，谢谢 Skyline 的告白气球，阿信正式成为韩国国民，恭喜！棒！放鞭炮的部分，丁公是他的新闻，为了 Skyline 真的、哦、要更生气一点。八嘎，変態，うるさい，気持ち悪い，大起来。那有比较生气吗？还是不行，还是要再生气？没关系，我会慢慢磨练的。在我们业界是懂鼓励，好专业。阿明是谁？新天放闪中，然后都拿我当借口，很有气势。谢谢，下一个。没有生气的感觉，人要更厌恶一点。谢谢，胸的部分才下辈子，下辈子哦。我没有看过原版的耶，
可是我觉得我在短时间内学起来很厉害。下一个，请上板斧，要嫌弃的表情，我还是撕下就好。我会装凶吗？我现在很凶，没有底气呀。DQ 好 ，DQ 再培养抖 S，DQ 好，来喽。第二次也是邻座的女同学，想象那个情境，然后あなたのハートに DQ。好，出镜。好，这个太久了。现在 Skyler 的真情告白，挡住。嘿嘿，好的，下一个，快点下一个。好き、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感觉不到很凶。等一下，我去找布丁。等一下，不有 feel 了，我想到爸爸去找布丁了。バカ、変態、うるさい、気持ち悪い、抱起来。好，可以了。好，发泄完毕。银座女同学会害我上课昏迷，真的吗？我 OK 了。好，心情舒畅。好，下一个，很不错哎。我觉得可以，下次就想象那个情境，甚至被骂爆一波，有人要录起来听100遍，我感动了。为什么要学？因为这是路都是教我的，对象是爸爸，还好不是妈妈。你想被骂吗？你可以说你要去找布丁，还有礼拜五再骂一次。对象是栗子，我们要想对象是栗子好不好？对象是栗子，我就不敢骂了。麦讲生日觉得苦，但麦讲不爽。为什么还可以骂我吗？这样我会很奇怪吧？现在涵涵同学可以坐我隔壁，涵可以说什么 ？No， 八嘎，谁？我们把麦讲放进去试试看。麦讲 No， 八嘎。等一下可以降吗？好了，还是不要降好了。布丁关了，耶、yeah! ！Yes， yes， 1 2 3，来4 5 6，可以踩吗？踩什么？爸爸有虚拟女友 ，OK， fine， 爸爸最近很坏，我刚骂完我已经 OK 了，等于婷婷，不要这么开心，麦讲哭晕了。好，下一个，每个去握手会偷偷骂我，不是说踩我就好，我还要把脚抬上去。坏爸爸 ，bad guy， 憨憨 ，dekiruko， 对，憨憨不会骂，其实他也想被骂，有人想被骂吗？可是我觉得不太好哎，感觉很凶，踩我，好在我也是姐姐。布丁帮我唱完生日快乐歌，我知道你讲了3遍了，爸爸。Angry 的是，把脚抬上了母汤。兑换那 Suki 汉堡套餐，开始就以后，请选择。Deki Luko， 还有呢，谢谢他了。这里有很多姐姐等着你吗？我坏坏还会骂我，这个生气有病。OK， 下一个，请选择。我等谁第一个跳出来？汉堡哈，汉堡，什么踢我？好，再想象那个情境，我每次都要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里面。就现在，叮咚，然后我们走进便利商店。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汉堡套餐，我有点想吃。然后我就说：“哥哥，我想吃这个汉堡套餐，可以吗？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了。”
一个就好了。然后这时候呢，姐姐就会说：“那你去帮我丢垃圾。”好了，没有了。重点对，加重点误了，重点误了。其实我本来应该是做汉堡套餐是那个要100个的。哦，我想要讲一下，汉堡套餐是那种软糖的汉堡套餐，你们有吃过吗？环内那个是怎么想看？好啊。我们那个排排站接着来，球杯喊喊嘛，汉堡包还是汉堡？汉堡套餐，对啊，是糖啊，对，是糖果的那个，其实这样也能中枪。好了，不是汉堡排套餐，是汉堡套餐。好，下一个是。软糖加汉堡，不是啦，不是软糖加汉堡，就是它整个都是糖果。姐姐是无辜的，我忘记她那时候哦。等一下，我想到了，那时候她好像本来要吃雷神，然后她就是我们逛完一圈之后，她又说她不想要吃雷神。我印象中了好像是，然后就叫我放回去，因为我那时候就跟她说我想吃汉堡套餐，可以吗？然后她就说那你帮我把那个放回去，那我就帮她放回去。难怪可以吃10个，当然，但那个汉堡要拆开吃，一层一层吃，无糖。快点，下一个，汉堡造型的软糖，嘿呀，很好吃耶。好，下一个是还有看守居后，还有环奈斯基，还有，哎，还有吗？是不是没了？还有什么？这汉堡好香，你加20角剪糕吃威灵顿牛排，那是什么？好像有听过威灵顿，这是什么？对，还有2个，环奈好。哎，那我们要买这个吗？是一个桌子。桌子，哦，是戈登的招牌菜吗？是神户牛里哦。哎，是戈登在家里做的那个威灵顿牛排，还是不是？是吃不是？好，等一下，我们一样设定邻座的女同学好吗？我们就走一个邻座风，邻座系。好，我们压在阿雪身上。银座风，好，想象那个情景，我们刚午休刚要醒来，就钟声响了，然后就这样子腾空。Ski，我好尴尬，我怎么那么尴尬？好，等一下，我又想到那个反过来说了，都是面面害的。反过来说，等一下那个好尴尬。下一个，啊，只剩干燥猪一包了。我的心脏，午休这样太大声了吗？好，下一个。哦，这个好好笑哦。下一个是这样，教官都听到，会被教官骂。有没有可以谈恋爱？因为对手机比较尴尬，下次直接对着我。下次握手会来呀、啊，大家都来。好，怎么起床有口臭？全班同学都听到你的告白了，不行，这样无汤。好，剩干燥猪一爆，耶、yeah ！干燥猪一爆吗？我先解释一下干燥猪一爆的含义，知道吗？就是嘴唇很干，然后就是要涂厚唇膏，然后我就啾啾就不用涂了。对，按到东西了，好，来喽！我同学不会看直播，我的嘴唇真的干干的。好。
探索十一号。Hello， 结束，结束，哇，结束，结束，就是有点短，可是没关系，我们礼拜五再说啦，礼拜五再说。谢谢切尔是切尔的真情告白，谢谢大家。谢谢阿 Kira 的真情告白，辛苦了，辛苦大家了。日常尴尬结束，尴尬，我吃进嘴里的小熊软糖变得更……哦，我今天才把小熊软糖吃完，自己尴尬，自己喊停，尴尬，尴尬的是呢，尴尬的是，尴尬的是，尴尬的是。谢谢 Lingo，Lingo 在哦 ，Hi Lingo， 谢谢 Lingo 的掌声鼓励。谢谢，现场六板斧感觉会很震撼，就是一张来一个板斧嘛，我觉得可以耶。憨憨，超可爱，ありがとう。记住还 nice key， 一年内不用摄取糖分，不行啦，六板斧突然要几张，就可能要十二张，一张一次两，一次十四秒。边加班边听完全部，辛苦了，要下班回家，那我要念榜了，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第一名，第一名是 Skyline， 谢谢 Skyline， 谢谢。今天的第二名是 Akira， 谢谢 Akira， 谢谢。第三名是林国，谢谢林国，谢谢。第四名是 Lolly Wolf 狼哥，谢谢 Lolly Wolf， 谢谢。第五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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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放音乐。好，第六名是早葵姐姐，谢谢早葵姐姐。第七名是游戏 Hero， 谢谢游戏 Hero， 谢谢。第八名是于凯，谢谢于凯，谢谢。第九名是 Kushimaro， 谢谢 Kushimaro， 谢谢。第十名是七二四七二，谢谢七二四七二。第十一名是何恩，谢谢何恩，谢谢。第十二名是泰勒，谢谢泰勒桑，谢谢。第十三名是傅伟哥，谢谢傅伟哥。第十四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谢。第十五名是威尔森，谢谢威尔森，今天就念到十六名吧。谢谢。第十六名是爸爸，谢谢爸爸，生日快乐！我要找一下，找寻米娜。今天的第三十四名是米娜，谢谢潘之怡，谢谢之涵的姐姐米娜。好，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吧。好。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トゥマイさん、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イエーイ。好了，中文的还是你要黑黑版，可是黑黑版的我还没跟姐姐买版权，就唱自创曲。这个头有点痛， Mina 有啊，要哪一个？这我没有跟姐姐买版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唱，还要唱中文，还是就唱黑黑版？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唱我的自创曲耶。你们觉得要唱什么？你们不要一直留 WW， 这样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来，爸爸你来说好了，爸爸。等下等下等下，那个布丁，布丁唱什么给你？麦讲出来面对，对，麦讲出来面对，
再留。WW 乒乓哥吗？麦讲你生日想听乒乓哥吗？嗨，你讲乒乓哥。麦讲你生日要听乒乓哥吗？大家都说要乒乓哥哎、欸。哦，你妈妈刚打电话给你，那你刚刚有听到我的哦，单就比欧美得多啊。阿星有听过乒乓歌吗？想听吗？可以播给你听哦。那吃个糖果维系生命，你信没听过？哦耶！我播乒乓歌给你听，嗯、啊，你就会花钱包给别人，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行了，这样爸爸就不给我画家猫了。爸爸爸，你先关静音。人家阿信没有听过。不行了，我想要画家猫。画家猫超可爱的。如果没听过没关系，要了要听了，不然 你可以。下播去听听看。好了，你去一下肉的那里，可以吗？不是打乒乓球的时候听的歌，这很好听的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不知道。可是我很喜欢。可是这样，麦一场，你同意一下？那麦一场，你关一下静音好不好？头不会很痛啦，对，任何时候都可以听的。还是爸爸，我们就做一个那个，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好，等一下找你，我要放哦，我要放乒乓歌了。我已经要开始嗨起来了，耶！噔噔噔！啊，等一下，没电了，只剩4%了，够尴尬的。去找虚拟女友，我还没帮你唱生日快乐歌，你还不能走哦。嘿。我必须把它插上延长线。嘿，我乒乓听起来，好 ，OK， 它在充电了。好，我们 Wait a minute， 嗯，在叫人召唤，我先去约会。我先帮你唱生日快乐歌，我们等笔电充一下，它剩4%，现在跑不动。等我，我一定会唱乒乓歌的。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好。哦，你是耳机党哦，不是这个不会很可怕的，这个很好听。今日两大梦呀，乒乓跟妖怪，哪有妖怪哪有。可是乒乓歌跑不动，可是我不想清唱乒乓歌，你们知道吗？乒乓歌，对，它有点卡卡的，乒乓之乱，对，它跑不动，因为它只剩4%，好尴尬哦。好，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好了，先到生日 part。那你要听的话，你第一次听要先听有那个的，有音乐版的。你要枪毙人也干脆一点。等一下，我们先生日快乐歌啦。他真的跑不动，生日快乐歌来喽，来喽。中文吗？中文版，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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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Happ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son.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跑出来了！是不是我就说要先唱生日歌了？爸爸生日快乐！踢乒乓歌者唯一死刑，哎，这样子总统就会死刑，这样不行。来咯，乒乓歌要来咯。To 不是 to my son， 是 to my son， 要日文是吗？おめでとう to my son。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耶，这是我的自创歌，因为嘿嘿有版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咯，等一下有广告乒乓歌哦，不是 to my son， 是 to my son 好吗？是 my son， 是 my son， 不是。好，来乒乓歌咯。乒乓歌，我午休不知道为什么提早结束了。拜拜 ，Scarlett， 拜拜。So sad。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哎，我已经生日歌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忘记原本的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怎么讲了。我已经变成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To my son， 麦讲 ，To my son， 没有，因为那个 Yuna 前辈是唱 my son， 所以我也要唱 my son， 还是麦讲，我动手喽，开始，阿信在吗？我要开始放喽，来喽，来喽，突然 Scarlett 逃跑了，没声音。记错歌词好吗？乒乓乒乒乓乒里乓里噗，阿信有听到吗？等一下他走了，我们要再听一次哦。Stop！ 好，今天就这样子结束了。我已经加播了半个小时了，谢谢我唱的好听，谢谢。下次再来听妖怪手表，那个噗，乓乒噗，乒乓乒，乒乓乒乓噗，下一个罐罐里去没有。阿 Kira， 我很喜欢你，
前天的那个猫咪太可爱了，我也喜欢有脸颊。我那个猫咪很可爱，没有到哭几喊。我离去了不如归去，给我走出去，可爱，谢谢。你没有看过龙猫咪脸的吗？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害怕，你知道吗？不要看咀嚼肌啦，讨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害怕，但是明明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对不对？好了，大家拜拜，拜拜，礼拜五再见咯。我唱的好听吗，姐姐？大家也要早点休息哦。妈一讲是不是走了？拜拜，拜拜。等一下，我跟提供你们一个情报，以后还是不要去找波乐国师算好了。我今天就我昨天给他算，就是我今天袜子穿反的，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对了，不要不要说是我说的，就是有点不太准这样子。好了，拜拜，礼拜五再见，拜拜。拜拜，拜拜，礼拜五见喽，拜拜，拜不，拜不，袜子反穿不懂的礼拜五会解释给你们听，拜拜，拜拜，啊。